源就从鱼里面来的。简单讲，它就是有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，它有特殊可以调节三酸甘油脂的一些功能。所以鱼油会这么的热门，是来自于好像它有一些临床上的一些特别功效。刚刚我在肾脏科门诊有遇到病友说啊，都写着肾脏不好要吃鱼油。哎，肾脏不好吃鱼油的是治疗性的，有被确定是有叫免疫球蛋白 A 肾病变，鱼油吃的量非常非常高，要用之前一定要经过事先的评估，所以魔鬼藏在细节当中，它还是有风险，所以用这个请跟你的主治医师要好好讨论一下，你合不合适使用鱼油。